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，欢迎收看丰收每周要闻。生命和教牧领袖学院开设的装备课程属灵征战将于10月16日周三开课，本课程1学分，今日起接受报名。该课程由刘同牧师讲授，旨在帮助基督徒理解生活中的属灵征战，并学习如何应对和得胜。课程将深入讲解3个主要的属灵战场：个人的心思、教会以及地区性的属灵征战，并提供实际应用的原则，帮助信徒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获得胜利。作为一名基督徒，想要在地上经历得胜的生活，属灵征战是一门必须学习的课程。课程时间为10月16日至11月6日，共4堂，可选周一、周三或周日晚间7点半至9点半上课。授课方式为 Zoom 线上授课，学生类别及费用为文凭硕士生100元、证书生60元、旁听生20元。报名请通过小组或事工部门集体报名，个人报名请下主日服务台报名处。课程联络人 Jenny Chu 姐妹，电话9175758759。美国创世电视与贝恩传媒合作推出的系列烹饪访谈节目《梅雷送给你》已于8月26日正式推出。该节目由刘梅雷师母主持，每集邀请特别嘉宾一起烹饪一道简单的家乡菜，并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。通过烹饪和嘉宾经历的分享，观众可以看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奇妙工作和翻转。该节目旨在通过美食和故事展现神的恩典与奇妙作为。本节目在创世电视影和 YouTube 及手机 App 均有播出。纽约优视频道播出时间为每周一晚间6点半。收看请上 uchannelny.tv。美国以基督教立国，曾经国力强盛，人民富足。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，美国社会逐渐远离真神，国家日渐衰落，每况愈下。如今美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们鼓励大家不住地为美国的执政掌权者和他们的团队呼求祷告，盼望他们能以敬畏神的心来履行公务，廉洁公平。在即将到来的11月总统大选中，鼓励每位基督徒积极参与选举，勇敢表达政见，为美国的复兴和转变祷告，并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。祈求神的智慧和引导，帮助领导人做出符合神旨意的决策，带领美国走出低谷，迎向复兴。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。王一良和纪赛峰弟兄今日正式就职，成为教会理事会理事，求主赐给他们智慧和谋略，保守他们手中的服事。同时也感谢届满卸任的李学正和 Jack Liu 弟兄在任职期间的忠心服事，求主纪念他们在主里的辛劳，并大大祝福他们。为加强安全防护，教会最近在2个出口处安装了大门，每天上午8点开放，晚上6点半关闭，逢晚间聚会延后至晚上10点半关闭，请大家留意。今日中午12点半，教会儿童主日学将在以林花园长廊召开儿童主日学家长会，请主日学老师、助教、家长准时参加，也欢迎关心儿童主日学事工的弟兄姐妹前来参与。9月17日，下周二为农历8月15中秋节，预祝大家中秋愉快，主恩满意。本周的丰收新闻就为您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愿神祝福您。